马太福音第24章第六至第八节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杨牧师啊，咁喺最近咧，中国就有大规模停电啦，由即系北面到南面嘅广州都有嘅。咁唔知牧师对呢方面咧，你有咩睇法咧？嗱，其实呢个嘢特别，因为喺而家我哋录紧呢段说话嘅时候，就系12月21号啦。咁其实就系呢两日啦，正12月19啊，12月20啊，都陆续出现嘅。开头我都冇留意嘅，直至到咧，佢成大面积停电，即系揾咗个理由出嚟。要慳電啊，成啊嗰啲，其實有少少，即係而家其實除咗疫症咧封城啊嗰啲，喺上年我已經講話，佢呢個唔合理，我已經推理到，即係其實佢為咗 panic 儲備，所以係沒完沒了啊咁樣講啊。但今次佢咁樣做咧，反而就又讓我提醒我一個咧，關於2012信息裏面其中一樣嘢咧，就係我哋嗰陣時好着重嘅，而亦係要為 panic 嚟到嘅時候要預備嘅，就係嗰個 Q shot 啊。就是讲紧2012信息嘅时候提到咧，当 Panix 嚟嘅时候，佢喺我哋地球同太阳中间经过嘅时候，会引发咗一个 Q shot 咧，打向地球嘅话咧，地球当时咧所有开住嘅发电厂同埋开住嘅电子仪器咧，都会即刻烧噶嘛，因为我哋直成嗰个所谓叫网络全为天线嚟噶嘛，等于，所以呢个我哋嗰阵时咁讲，因为事实上历史上出现过，曾经太阳黑子所导致太阳风打出嚟嘅时候咧，导致美国大停电啊嘛，吓。如果预先是在那个到之前识呢都得，但是衰在就是什么呢，就是那时候我们讨论过，就是那个速度，就是当我来到的时候是识不切的，就是因为它一出你计呢它有些快到光速的速度，所以变成呢以现实来讲全世界的电厂是做不到这件事，唯一呢就是预先去识，并且变成好像一个彩排这样。咁所以见到我们那时曾经有一次我们 Alan 来讲你上大陆的时候呢，我哋上到去做嘅其中嘅手续就教你哋点喺 iPhone 度拆旧电出嚟啊嘛，记唔记得？同埋讲明嗰个时候唔好开机啊嘛。嗰阵时系因为呢个推论嘅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呢个 Q shot 咧 ，FM 佢亦讲啊嘛，即系佢哋全部每一个都好似有关于2012信息嘅碎件，但系每个都提供一啲嘅智慧噶嘛。咁而家突然间咧喺呢个时候又做一件唔合理嘅嘢，你因为谂清楚先，喺呢个时候个经济崩溃到咁咧，喺呢个时候系仲要停电咧。真的好攞命噶，喂！第一是冬天，第二就是而家其实已经经济崩溃到咁，即系个个都已经喺经济上叫做求生啊！即系因为已经好多嘢嘅行业都执笠啦，好多嘢都唔掂啦。佢仲要喺呢个时候停电，明唔明啊？真系雪上加霜，但系用一个好幼稚嘅理由，咁先至好疯狂啊嘛！即系嗰种唔合理咧，直情同之前因疫症。落單成個城市一樣，即係好似香港咁，哇！搞咗成年先死，即係喺前幾日出一個公佈，我先死咗123人。我諗啊，有冇搞錯？你年紀咯，已經為咗呢樣嘢已經講到吹到咁大，死123人，搞咁多嘢，有好多人真係因為咁跳樓都，我睇隨時唔止呢個數啊！即係因為經濟崩潰啊、破產啊、自殺啊，真係隨時唔止呢個數啊！即係但係諗下，但係感染人數我哋都唔少嘅，但係即係嗰啲人咧。咪就好翻咯。其实如果有咁多人感染呢、這、一个，甚至当然有啲冇确诊冇车，自己喺屋企好翻啦。就算感冒都唔止死咁多人啦。即系如果感染咁多人啊，香港嚟讲，你谂下几疯狂啊！直情系几疯狂。而家就有呢种嘅现象。啊，当然佢患过之后会有啲可能有后遗症。咁感冒都有噶。如果严重发烧，直情会烧到烧坏脑都尚有噶。脑膜炎啊，好多都系咁并发出嚟噶。因为感冒而出嘅肺炎系出现过噶。即是说这些基本上是可以讲感冒，即是去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是证明感冒远远抛离，即是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个疫症的有的破坏力啊、伤害力啊、死亡人数啊这样的。但现在另一单就是现在停电这里就让我想起这件事情。咁所以变咗，因为你要知道呢，就是起码你用一个太阳能的插电机呢，即是有些接埋的嘛，打开而家好便宜的，即是几百蚊已经有一个呢，你有太阳的话你已经可以插到个手机。但是你连手机都没有呢，你求救都无门了。明白吗？因为我讲的停电呢是整个区域停电的话，你连插电都做不到。
当然那些叫做我们讲的 WiFi 都屋企冇可能 work 到啦，但是网络都仍然有，因为肯定嗰啲网络公司一定有后备呢啲嘅发电机嘅。但你如果手机都冇咗话咧，你连即系想俾钱都俾唔到啊！有啲卡电话俾钱噶嘛，吓联系又联系唔到啦，即系会断晒。咁所以变咗咧，嗰阵时我哋教过你喺电方面要留意嘅咧，其实就现成你哋应该即系太阳能发电啊嗰啲要攞翻出嚟，因为而家好明显啦，即系而家我哋睇到好多我哋嗰啲手机咧嘅设计又是即系 iPhone 嗰啲咧，佢就应该系可以俾得到 Qshot 啦，吓，即系佢哋嘅设计嗰阵时我哋教。点样用成个铁盒装住啊？但系而家你要睇到咧，我哋讲 iPhone、iPad 已经系全金属包住噶啦，咁所以变咗就其实你只要唔开机咧，佢损坏嘅机会系低好多嘅。咁即系话佢哋会喺 Qshot 之后都用得，但系如果冇晒发电厂咧，咁所以发电厂如果俾咗我系 Freemason 嘅话咧，我就会喺佢出现嘅时候咧停晒，咁变咗我可以开得翻啊嘛吓。但系如果停唔到咧，咁就会烧晒噶啦，停唔切咧就会烧晒噶啦。呢、这个就似而家佢哋做紧嘅嘢咯，但同样喺咁嘅情况底下，都唔系能够确保万无一失噶嘛，因为随时 Qshot 唔系一下噶嘛，系咪？时不时整一下，终于有一次烧咗，咁你就要靠太阳能火类或者一个细嘅发电机去先解决啦。但系依嘅时候用发电机就真系唔系叫做长远之计啦，系咪？即系如果你以一个家庭，或者一个单身，或者只系一对夫妇，咁就唔得啦。但太阳能系 OK 嘅。咁亦係因为呢一点呢，我都 set 返我自己居住地方太阳能嗰啲设计嗰啲设备啊，免得呢到时应该完全断晒联络呢，你连通话机都差唔到，冇个电话係咪呀，但你有个电话就已经喺呢个时代嚟讲解决咗好多好多问题㗎啦嘛。咁所以就因为呢个新闻导致我发觉有一个咁样嘅值得一提啦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六至第八节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国，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大地要行竞争，天边造星就暗，主来临，释放权能，天地众海翻滚，神显权能，极冲战阵，万邦仰望神荣光，照遍世间驱走白云，神荣耀揭示救恩，神战基督权柄彰显，地震闪电雷轰，荣耀应当临，万国离别罪恶，能寻着救恩，主基督灵美彰显，神能力显公允，世界这刻醒觉，神能力彰显，审判列国，神荣耀再显除罪困。